あんま赤くないな、どうしよう。で、じゃあ晚安。じゃあどうぞ。晚安。等一下哈。一下。晚安。水大晚安，博翰晚安，雷军晚安。这几天辛苦了，你最棒，谢谢。大家晚安，小易晚安。今天眼睛不一样。怎么会发现？好厉害！对，今天很素，眼睛没什么用眼影，然后眼皮也不一样，对。好扯哦，被电到啊！好扯的，晚安，夜晚安。都好好看，谢谢。等一下，调一下亮度。嘿，こんばんは。今日もアレルギーです。谢谢 H 一颗星。今天也是过敏。今天很近很电啊，真的吗？今天出去一趟，感觉快脱水。这几天真的很热，大家小心。六日你们都怎么过呢？好黄的光，有一点黄，那我改一下。大家晚安。哇，今天睡一天好爽，好好。对的，我休假也会这样。今天一点都不忙，今天是唯一的休假啊！明天跟今天是唯一的休假，所以这几天还是要复习一下舞蹈，但是基本上是可以好好休息，歌词也要熟一下。晚安，晚安。今天去参加活动，然后经历人生最大词之一，发生什么事情？我想听。你被上台了。问一下，卢卡八月十三号有事吗？还是会开播？怎么了？怎么突然问这个？八月十三。怎么了？ラルドっていうのかな？晚安 ，plus 晚安。玩监狱被游戏黑洞的荔枝秒杀。啊？所以今天有什么活动？玉泽晚安。阿秋晚安。因为 ATT 那天有活动有 TP， 跟我完全没有关系。所以我应该会开，但是怕你说晚上吗？是怕有人，很少人会来看我是吗？ATT 哪里的 ATT？确定没有你就好，因为要买票。确定没有我。那天晚上不知道谁，信义 ATT， 反正就没有我，就对了。ATT for fun， OK。静怡晚安。小泽晚安，卡尼莎晚安，什么呢？如果最近有好好休息吗？前几天没有啊，天天但是对，今天就睡得还不错，每天感觉都很忙，就是谢谢卡尼莎的晚安礼，从7月26号。
到八月二号，每天都有工作。对，越看越像衣服上的，好像不错。不然我今天把配过去的。把台风的工作补完了哦，对，昨天补完了。志祥晚安，我看一下他。太好了，接下来就剩五周年，好像是哦，嗯，好像真的是这样。我没什么通告什么的，所以，对，剩五周年了。啊，这是谁送我的？谢谢，有人说啊，谢谢青云送我刮胡子啊，流血了。晚安，好好笑的，好好笑的那个效果吗？好可怕，对，我是没有体验过了，对，因为我没有胡子，很容易流血吗？还是还好，要看技巧是不是？看一下，嗯，好像耳朵上面。陆可晚安，难得又能跟播全程，哦，很棒，こんばんは。哎呦，还觉得没有帮上马尾，等一下哈，蓝色的リボン好像蝴蝶结我没有，今天有点可爱，谢谢。对，每次绑头发都好困难，你们有看？哎，你们记得我的宣传？哎，不是，八单封面的那个。发型吗？之后我们要上通告的话，我们一定要把那个头发，超麻烦。最近一直被老板要求加班，人要没辛苦了，今天很忙，嗯，礼拜六日感觉很忙，嗯，处理，嗯，这边头发比较少。很像妹妹，学她。青云是哪种吗？对呀、啊，哪种？参加活动很麻烦啊。下礼拜看吴宗宪演唱会，下周 MV 会公开，好期待哦！真的、哦，希望我也连我们都还没看过，嗯，但我不敢太期待。好吗？晚安。什么呢？可爱吗？谢谢。这个。卢卡天使神鞋好看哦，已经出货了吗？啊，对，好像有出货，我有看到。对，不知道这次的纸币是谁拿到的？感谢你们。我今天办父亲节表演活动，就算是跑活动。父亲节哦，下周二你有直播吗？八月二十号，我还没决定，但有可能会开哦。嗯，对，最近我在做什么？我想一想，但卢卡的我没有全拿到啊，那可能找别人交换。哦，想到了，我最近都在看日币、台币。卢卡今天会唱歌吗？今天吗？怎么了？今天有什么事情？问一下而已。
那可能会唱歌哦。就是，对，目前小晴还没回来，所以可以大声的唱歌。Steven 晚安。日币如何？就突然变很贵啊！然后每次都很后悔，想说啊，应该要等到现在啊，应该要等到现在。对，赚很多吗？是有赚到，但是如果有好的时候卖掉，然后好的时候买的话，应该可以赚更多才对。所以有点后悔。你还没有遇到吴奇生妹妹吗？我不知道，有赚就好，不太可能刚刚好再高低一点。对啦，嗯，啊，对，还是有点后悔。我0.207多的时候，就是原本是一直滴滴往下往下，然后突然变高的时候，我就急着卖掉了，有点很，就是真的很后悔。不要问我吴奇生的事情，但是不可能，年纪比我大的，对呀、啊。不要这次的，这是几岁以上才几岁以下，也是24嘛。六月去名古屋的时候，感觉买什么都好便宜，对呀、啊，真的。还好都能去日本，我最近很想去，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去。飞过江，我知道你演唱知道什么意思。还好我都没有这样。但我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可以理解。还好我都没有，我都没办法回去。最近去女仆店遇到有一个有帮你画过圣诞图的女仆，圣诞图哪一个圣诞图？最近除了练习还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吗？我想一下，最近一直在看钱。有趣的事情哦，2020的圣诞图我都还没入坑。圣诞图啊啊，因为那时候的图案好像是上面写好像是匿名的样子，所以我不知道是谁。欸，是匿名吗？不对啊，应该可以公开吧？对，我觉得可以，现在可以公开。等一下哈，现在已经可以公开了。是那个吗？超会画画的，那是谁？我看一下。看一下有没有写，应该是有写才对，只是，是哪里有写？哎、欸，是这个吗？等一下。我知道了，谢谢他。等等 ，Melo 的谁 ？Melo 是女仆店的店名的意思吗？我配一下，可以给他看这个，感谢他。2020我在干嘛？我都忘记了。2020年我也在干嘛呢？啊，那时候已经 TTP 的成员，然后
reset 的时候，嗯，好像是 reset， 还没 reset， 有点忘记，就是那个时候，了解。等一下，等一下，嘘。笑死！小慧问我说：“我刚不是发现洞吗？说8:36左右会开播。”然后小慧问我说：“这是什么时候是紫色？”他那时候不在 TP 吗？还是因为一直都是不同组，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干嘛？啊，想到那时候我在毕业学分哭了。艾迪叫卢卡还是玩道系的时候啊？真的吗？我现在也是玩道系啊，哎，我都尬道系，但我从来没有自己觉得，从来没有觉得过自己是玩道系的。2020我是萌新吧？对，好像是哦。原来卢凯玩道过吗？但是虽然我不承认我是玩道系，但是我刚出道的时候跟现在应该差蛮多的。嗯，现在越来越变成姐姐。我那个时候主要还在看日本 ，Soka， 因为 M 先生只有看过现在的我。差不多2020四月开直播后就变成综艺班，就开始开直播，然后就慢慢。慢慢变成现在的我，我真的很不会绑头发，这个头发真的不能从后面看，我也没看过。姐姐跟玩道系不能同时出现吗？好像，可以吗？そうね。でもなんだろう、王道って。玩道ってなんだろう？很日系的意思，我也没看过。很多人对现在来看我直播的人，很多都没看过。健田晚安，玩道系不是邪道系吗？什么意思？邪道系？嘿，哎，これも可愛いな。这样吧，也很可爱。去补单就能看到。玩道姐姐听起来是很棒的物种啊，高低不一样。对，我每次绑头发都有这个困扰，真的很不会绑。男生都不用绑头发，好羡慕。我入坑的时候，卢卡天天开车，对，而且都是不小心的开车，现在就理所当然的开车。哎，真是哈！这是你绑马尾就好，还是你绑马尾就好？这样就一点都不特别。开车很棒啊！谢谢，谢谢你，谢谢你的认可吗？我那时候没有认识，所以不会被骂。你本身就够特别，很久没见了，そうね。まあでも今はどうなんだ。でも他の人のところで言っちゃダメだからね。不能在别的成员面前讲黄色笑话哦。那谁还入坑？要发圈的动作可以再一次吗？是这样，我刚刚是谁呀？感觉这个头发好像那个是，我们是那种人吗？我也没被骂过，大家都有被骂过，是不是？可是曾经骂你们的人已经不在了，很多人已经退坑，但不是因。要嘛马尾发圈才是王道。转到别的地方了。
对，大家他们很幸福就好。对，哎呀，对。谢谢健田的五彩泡泡，还是头发长好看，真的吗？其实我现在头发算是长的还是短的？完了，听不懂。没事没事，就是以前来看我直播的人比现在多，对，应该说不止我，每个成员的直播间来看直播的人数比现在很多很多，所以呢。有时候会有很多，就是不同意见的人，粉丝跟不同意见的粉丝，或是也有很多二届粉丝，就是也不算是粉丝，二届的路人呢、啊，然后什么人都有，没错，现在好和平。卢卡，我今天也好想你，岁月晚安。以前粉丝比较多，应该说关注 TP 的人。比较多，那时候精彩，那时候真的蛮精彩，小日子过得不错啊。对对对，像是有人每次进来我房直播就说，他说什么过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小日本人吗？我忘记，好像是这样跟我说，谁要二届延伸飘？哦，有假可以查就对了，对，不是人，不是人的也有。所以什么意思？每次都有怪人，几乎每次对，但不是只有我的直播间。我很久没来看你直播，晚安。听起来好吵，但我那时候完全不懂他的意思。对，小日本日子过得不错啊，对对对对，差不多这样跟我讲话。然后我不懂说啊你好，对。后来。有的粉丝偷偷告诉我说他是在呛你。还有我听不懂中文。现在在玩什么好玩的？没有，在聊天，在聊以前的直播。你所谓的怪人是指哪部分的怪人？像是有人一进来就说主播可以帮我穿外套吗什么的。或者是，还有什么？有一个人，也有人开始在我直播间聊天的，然后聊天内容就跟我现在讲话的事情完全没有关系。有关干嘛改名？那个人一定很知道你的反应太平淡，黑色皮外套啊！对对对。速报，卢卡，我可以看你的吸尘器吗？卢卡的发型很可爱，谢谢。对，今天是屁股奖。我之前还有遇过有人进来直播跟有人进来直接跟主播告白，卢卡晚安，我爱你，这样吗？还有什么？还有有人一直改名，然后就骂我。的人也有，对，直接主播哦，这个我目前没有遇过，或是红包我设成粉丝团的话，就一直被说干嘛要设粉丝团，怎样怎样。刘宝宝今天一分钟想你六十秒，晚安强哥，今天要亲亲卢卡，晚安，今天要亲亲卢卡，我好怀念哦。是谁之前一直都这样跟我说？今天要亲亲卢卡，跟主播告白太糟糕了吧？延伸再飘，卢卡晚安，我爱你。谁一直改名要强？那卢卡可以跟我要赖吗？卢克啊，对，好像是卢克，还好你没有赖群，好像名字是数字的，卢克是学他的。啊对，是什么11125吗？还是115？还是不是？都不是，有点忘记。对，好像是。啊！突然想起来啊！谢谢强哥的爱的熊抱，好怀念哦。
不知道他现在过得好不好。你的生活是否还过得不错？幸运经历真好，对，真的很好。还有什么奇？也不能说奇怪，但是，对，什么样的人都有。啊，有，但是我有一次一直被骂，然后让我觉得很烦的是，他一进来跟我说：“主播，你有整形吗？你有整形过？整过？他说什么？他问我说：“你有整过吗？你有整过鼻子吗？什么的？”然后他其实是呛我，但我不知道他的意思。反正我想要就是开心的回大家说：“你这个鼻子看，我这个鼻子看起来有整过吗？”然后我这样一直捏我鼻子。不是还有你想要整形吗？对，然后就是我讲完这样之后，他就跟我说：“那你要不要整？你要不要整形？”这样，我忘记了。反正就是他一直呛我这样。后来就我封锁他，但是他一直改名字，然后对，反正就是一直骂我。但我现在想，他怎么知道？他知道我鼻子的梗，所以我相信他应该是曾经有来看过我的人，然后就很无，应该是 T， 我猜是 TP 粉，肯定有吧？哪有人天生长那么好看？太好笑，可惜我没遇过这些奇异人士。你那样不像开心的回啊！我的鼻子看起来很假，对啊，我的鼻子可以这样，看起来有人过，我是说鼻子。封锁改名有用，怪人乱讲话，我会忍不住标记他。还是他有在开整形的店，烂的小号太好串了。对啊，但我这边还好啦，就是之前别的二期生那边有更可怕的。谢谢我比完的守护星太阳，就是一封锁他就一直串新的小站，然后一直狂留言的那种，真的很可怕。我的鼻子看起来像假的吗？捏啊，拿掉了。怎样更可怕？就是什么谁谁谁的男朋友的那位。听起来好疯狂，就是之前真的有很多可怕的，然后其他 TP 粉也就是在讨论说，现在有这些人，然后就是加入黑名单啊什么的，对，但是最近都不会听到有这样的话，不知道这样算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比起 Luca 本人，他更关注 Luca 的鼻子。有黑名单小本本吗？不知道，但有人之前不是在 DC 标记吗？说这个黑名单，然后谁谁谁 ID， 谁谁谁 ID 什么的，有点忘记了。反正，但是现在就比较少，不是比较少，好像几乎没有这样的。对，怪人名单，就是大家都会统一这样，统计。你，あとなんだろうな。想一下，还有什么样的怪人？对，太久了。会有 KOL 榜。帮怪人排名吗？没有啊啊！还有什么？就是有时候我要关播前，但关播前关播前不是要念班吗？我有时候就是聊得太开心，就是一直都不会，就是一直都没有要结束，然后一直讲话。
然后有人一定会跟我说，可以念板了吗？这样随便不要念，不怪的比较快，这样念我名字就好了。就叫我赶快关播，快点念吧。的人也有，对，对，可以念板了吗？就我讲话，我先跟大家讲得很开心，然后就不小心，原本可能八点半要结束，啊，不是十点半要结束，可能讲到十点四十分好了，然后就有人每次留言说可以念板吗？这样可以换个话题吗？那是怡真的粉，怡真那边的，我这边还好。宫田奇宇，晚安。所以现在要念板了吗？要不要念板？多播一小时吧，换话题一样啊。啊，一样的人吗？可是我，哦，那个人会讲，但是我在怡真的直播间比较常看到，可以换话题吗？这样可以改话题吗？那个人可能手机流量快没了，要下播了。他上个月公园坐我旁边，该念板了一小时。他的会员我也不续费的，上个月刚好满。嗯？什么意思？等一下，你们说的他是谁？我也不知道。你们说的是怡真那边出现还是？啊，但是可以换个话题吗？这个讲的人好像真的有点多。我现在比较少，比较少遇到，可能快一两年没有被这样说。那都难的了，怀念吧，有一点。每次活动我都好怕他身上有带刀。阳光不要色粉丝团。啊，对对对，这个我刚刚有说，就是红包色粉丝团啊，阳光红包色粉丝团，路人一定会跟我说，可以不要色粉丝团吗？这样可以换个话题吗？不然我。怀疑怪人话题是在臭，不是酒的。那点个呢？线迷宝宝可能晚安，摇不起来我不续费了。好的，那青雨念起来很阴沉。那如果可以换个话题的吗？你不要学他，没有阳光了，真的没阳光了。对，阳光消失了。蛮懐かしいですね。你之前兜圈不是也有一个说聊不起来不续费的，好像有这样的人，嗯，但我不知道是谁。哎，哦，好像有，对，说聊不起来。哎，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去看别的直播间之类的，就有人这样真的这样留言。哎，突然想到了，对，但那个人好像是路人的样子，但是他留言内容也有点怪怪的，对，就是跟我现在讲话的内容完全没有关系，他一直讲自己的话，对，然后他讲了很多很多，然后我也回他，之后后面突然跟我说，啊，聊不起来，我要去别的地方。然后我就说好，拜拜。瑞卡太可爱了，我续费。今天晚餐吃什么？今天晚餐，我自己做鸡肉汤。自己不跟大家聊的，今天做的鸡肉汤是有骨头的那种鸡肉，对，然后通常是卖一整包的那个，然后我昨天吃三分之一，所以我今天把三分之二的全部都丢在锅子里面，然后做汤，
最近最经典的大魔王有讲了吗？大魔王，自己不可能，什么意思？等一下，卢卡今天花了多少？我看一下，我同单句否，我只想聊我的甜点，我一样吃冰淇淋，一桶75块的那个。看一下今天我花了多少。哦，我忘记算冰淇淋，等一下，不好意思。所以看看哈，晚餐48，今天花143元，嗯，还不错啊，还不错。午餐吃的比较好，我去那个卡乐迪，你们知道卡乐迪吗？咖啡店，有一家咖啡店，然后也有卖日本的食品的店，然后那边买意大利面的上面沾的那个粉，瑞克今天绑的对，跟他一样。卡路里我不知道哎，不知道中文叫什么。早上点咖啡，会送吐司。啊，那是真的吗？我找一下，我找一下，还是直接给你们。我今天吃这个明太子，不是买意大利，是意大利面的粉，こりですね。然后是这家的啊，不是这家的卡路里咖啡 coffee firm， 那个好吃吗？还不错，就是先煮意大利面，然后再拌，自己买奶油一条的那种奶油，然后拌一拌，然后最后上面加了这个明太子，然后就变成明太子意大利面了，很好吃。对，然后一包69块，然后里面有三个，所以一餐，意大利面差不多，100克吗？100公克，100公克，10块钱左右嘛。然后这个一包23块，所以这样就变成33块钱。然后。就是另外买自己买蔬菜煮一煮，可能也40多块，嗯，好神奇哦！直接加奶油，感觉好胖，是蛮胖的，但很好吃。对 ，so 太多了。Pasta 100g 100公克，然后先煮，然后再加奶油大匙，大匙一点干嘛？一大匙干。然后拌一拌，然后再加这个，然后就可以吃了，很好吃，可以买买看。但是它原价不是69，是因为它是集齐品，它直到9月16号，所以才卖的这么便宜，应该是这样。是说我刚刚太累，直接睡过头来了。哦，原来是这样，好难得，很难得你，但有睡觉是好事哦。9月16也还久，没错，是没错。但是一般卖这种的不会这么快就期限通常都比较久一点。一大匙呢，啥呢？まあそんな感じです。午餐吃这个，然后晚餐的话，对，就是自己煮汤，然后有免费的白饭，然后煮啊、哦，这次今天的蔬菜是大陆味跟空心菜，对，就用水煮。卢卡最近常常买机器打折，因为很便宜啊，而且我都是买今天或明天要吃的东西，所以。就是期限越短越好啊，
期限直到今天或明天也不会完全没事，还有免费的白粉，对，但已经没有了，所以明天开始，白饭一碗差不多5块钱左右，对不对？上次有人帮我算，对，每天的餐费多了5块钱，我今天直接把午餐睡掉了，比较省钱。哦，所以你今天只吃晚餐吗？我现在发现全联快过期的东西真的好便宜啊！对啊，其实今天我吃的鸡肉也是快过期的，原价190多变成110多，所以我就直接买。反正自能自己煮就自己煮，友善时光，对。然后吃不完就放冷冻库就好，可以撑一两天。晚上9点半的北侧寿司买一双，真假的？这个我不知道。他想吃，因为我开始，我开始做就是一天，我开始决定一天的餐费，差不多200以下，然后一个礼拜不能超过1500。对，我最近就规定这样，之后我就不能吃寿司了嘛。所以我真的好久没吃寿司，结果晚餐不小心吃到500块，好像没省到。你到底吃了什么？好高级哦。我最近很想吃鳗鱼饭，但鳗鱼都好贵，没办法吃。有一次我120买2盒，坐高铁吃到快吐。好羡慕。真心快过期好像有特价哦，还好我吃500，鳗鱼真的贵，对啊，然后偏便宜的鳗鱼饭的店都要排很久，所以很麻烦的。嗯，走呢。我7月28到8月3号的餐费，一个礼拜的餐费只有用1116。然后7天平均是159，对，所以1天159左右。嗯，有时候吃麦当劳就偏贵一点点。今天午餐也蛮贵的，我今天午餐吃意大利面嘛，然后用这个嘛，然后大陆妹空心菜，洋葱汤，然后奶油跟橄榄油也算在里面，然后鸡腿肉。还要吃布丁。对，95块，我一餐就超过了。我吃了超大碗的生鱼片冻饭，真的好赞，好羡慕，我好想吃。青鱼丝好，没关系，我最近省一点钱。丽卡生日也快到了，我那天就要吃好一点的东西。最近日币有涨价，可以吃大餐庆祝一下吧。但我日币已经差不多都快换成台币，好想再买一次日币。还好今天晚餐吃酸辣粉加锅贴啊，锅贴好久没吃。其实锅贴算 CP 值算蛮高的，嗯，好像可以吃。还好今天，我看一下，你有送礼物吗？还没买。他生日不是18号吗？就是5周年隔天，对。干嘛啦？他要来，他要进来了是吗？嗨，こんにちは。バイちゃんただいまだね。刚好是中元节哦，真的，青鱼竟然忘记。对啊，但我跟他还没约好，那天要拜拜。对啊，当天礼拜天。吃饭感觉很贵，想问他能不能改到礼拜一或是礼拜二，不是礼拜三。对，希望他不会介意，因为有些人生日提前过好像不错，但是生日过后再约好像不太好，是不是？生日月都可以啦，好久没看到他了。他最近有在开直播吗？
我只知道他最近在上班。是说怡珍现在还叫怡珍吗？什么意思？他改名了吗？丽卡竟然改名了，今天超想卢卡。他很久没开了吧？上上礼拜才去唱 KTV。嗯？了解，他 好久没开直播。你剪头发了吗？没有，没有剪头发的。是大宝的餐厅，平日中午比较便宜。对呀、啊，所以我想跟他约平日，礼拜天太贵了。他的活动。他是谁？啊！好好，我好久没去 KTV。怡珍，所以什么意思？怡珍现在还叫怡珍吗？是什么意思？所以他改名了吗？我想一下，这样版会不会很可爱？他又改名了、哦，什么意思？就是预约的名字不叫怡珍是吗？他的 IG 没有写怡珍，你不知他没有讲啊，他没有说啊。你说 IG 名字吗？本名哦，他本名改，他改本名，我问一下他，那你们知道他的本名叫什么名字？应该不会公开吧？他没公开，你还是问他好啊？他没公开，你还是问他好？他应该不会公开，但我问问他，结果说啊，我没有改名啊，就蛮好笑。我看一下他赖名字有没有变。假不妙，但你怎么知道的？我找一下丽卡的 LINE， 好久没有聊天。好，喵！你是不是改名了？但他有改名，我不会跟你们说。如果他说没有的话，我会跟你们说。没有啊，怎么突然这样问？あれ、こう、どう、どう、あ、こうか。我刚绑错了，应该是这样吧。あれ？啊，过来过来过来。变成很像蝴蝶结的感觉。噔噔，不是家娃娃，不错，只是有点乱的。两边不太称，没事。这个稍微不对称也没事的 ，OK 的。卢卡绑头发，绑的我好想吃面。我头发看起来很好吃吗？啊，谢谢雷军的啾啾你，谢谢。啊，这个，对，头发短的人绑包包头才会有这个问题。哎，这边的毛，
算了算了，就这样。然后想一次。哎，你们有改过名吗？台湾是不是可以改三次？是吗？还是两次？三次吗？改鲑鱼。我如果说想吃，是不是有点？你说想吃这个？不用原因三次，但有特殊因素能再改。哦，我也好想改。不是、啊，不是那个，我也好想。那姓名可以改吗？啊，姓可以改吗？只有名字可以改是吗？你要改名吗？没有，因为日本是。日本改名字很麻烦，就是没办法像台湾那样想改就改。例如跟什么犯人是同名字的话，可以超过三次。了解，姓也能改哦，但是只能改，是不是只能改爸爸的，或是妈妈的，或是亲戚的？如果我想说，我好想要。我现在叫宫田，但我想要改成什么？我想改姓宫，这样可以随便改，真假的？啊，这样不就有很多莫名其妙、很奇怪的姓吗？我可以改宫田、圣人都能，可以随便，而且超长。啊，姓也可以改哦。忘了可以几个字，但是不是很少人会改姓，都是改名字。啊，红包 ，yes。简单来说，可以当游戏 ID 曲。蛮多人去改好玩的，不一定有的人会本来从父姓改母姓的也有。啊，连姓都可以改。嗯，艺人会开心。例如之前有个候选人叫黄宏成，台湾阿成，世界伟人。可是那是名字吗？他姓黄吗？还是他姓是黄宏成？对，鲑鱼我知道。对，哪里来的呢？啊，这个 Nike Shoe 给你说，你讲哪里？哎，那我想，所以我如果我变成台湾人的话，我可以随便改名的意思吗？我可以改姓，也可以改名。还要出去，我好想改姓，我想改很帅很帅的姓，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姓不要改，为什么？日本是因为名字也不能改，然后姓更不能改，姓的话，结婚离婚就可以改，就是只能改亲戚的。理论上可以，如果想当台湾人吗？明天附赠事务所见。名字変えられるのってめっちゃよくない？然后，私移住員になれるってことでしょ？姓是家族的，可是我们日本比较没有这样的感觉，好，越好越好听越好。有什么姓很帅？没想法。日本有很多很帅的姓。其实有时候祖先也有可能改过姓哎。啊、哦，有可能。
因为我是乖蛋。鼻毛很帅的姓，姓史比较酷。石头的石吗？好像有这样的姓的人，对不对？我姓史。哎，妙姐呢？看一下。我只知道我的姓查很久都没定案，阿公外公在讲。欸，我好想改，我好想把我的姓改成什么雨宫之类的。日本叫做阿妹米啊，超好听。就是宫田这个姓就有点怪怪的，就是一个宫。宫听起来就是有很有钱的感觉，但是田就有一种平民的感觉，就是到底有一种是有高级感，到还是平民感的那种。我以前祖先其实不姓陈，愚公请假。姓氏也要姓田的哦，我知道。改成田宫也不错，タミヤか、まあまあ確かに宮田よりはタミヤの方がいいんだよな、聞いた感じ。遥控车。じゃあさ、なんか珍しい名字だねっていう人もさ、実は改名して変えた名字なんだよねってこともあるわけでしょ。就是有些台湾人可能遇到哦，这个姓好特别哦的那个人，搞不好他姓有改名过，对不对？是有可能是吗？就是原本根本没有叫这个姓的人，但是因为现在可以随便改名，所以前几天才到一个姓宜的。哇，你呢？因为有时候很羡慕姓很特别的人。改名后小孩的姓要怎么跟啊？台湾可以选吗？你们的姓都是爸爸的姓还是妈妈的姓？还是一定要爸爸的？一摸吉。看要从父姓还是母姓，小孩可以随便，了解，都可以。マジか？これでもか？这样也蛮可爱。帮他取别的姓也可以，由双方决定。糟糕。嗯。但好像台湾人真的会比较注重，不想断这个姓的那种感觉，是吗？是华人比较注重吗？说希望是男生，因为这样的话可以把自己的姓给小朋友，这样取别的姓，然后骗自己的小孩他是领养来的。最主要是怕以后分遗产的问题，是延续香火。マジでどうでもいいけどね、宮田っていう名字がじゃなくても私は生命判断で占いでいい名前だったらそれでいいって感じ。祖先问题，我家就是因为这样想逼我改姓。哦，真的哦。分遗产大家吵架的时候姓不一样吵不赢。OK。好听就好嘛。我是因为我会比较在意，我很在意我现在叫宫田留家嘛，宫田留家这个笔画，然后算命的话目前是还可以，可是我很大的机会，如果我跟日本男生结婚好了，我80%我要娶男方的姓嘛，然后这样我的运气变不好，我真的无法接受。
以后就没有古青云了。啊，你现在什么意思？我说如果改姓愚公成功的话，我可以点中华两面吗？你是看中文算命还是日本的算命？日本的算命，对。中文的在哪边可以看？那只好找台湾的男生。对，如果我跟台湾男生结婚，我姓就可以不用改，是没错。所以还要看男生姓什么很重要。你说日本的话吗？对，就是有时候遇到朋友，然后假如他喜欢我好了，我会算一下他的姓，然后如果我觉得不太好就还是会考虑。以后我要改姓姜，姜。中文要去中文的网站看书，姜，所以变成姜青云吗？现在日本不是也不用改男方的姓了，现在可以选，但是通常男生也不想改自己的姓，你们可以理解哈。然后爷爷奶奶他们一定会说，为什么不改？怎样怎样？哭了哭酱，变成哭酱，第一步就掰了。不好说。日文跟中文算命方式不太同，传统文化的压力。抱歉，我不能接受，因为你的性跟我不合。对，你的性跟我不合。对，什么呢？呀，でもなんか名字ってね、めんどくさいなってそう。我其实很羡慕台湾，台湾就算结婚了也不用改姓嘛，我真的蛮羡慕的。也是啊，八字不合也是一个理由。台湾现在传统文化已经渐渐越来越少啊，也是。是现在不用冠夫姓。对呀、啊，带娃嘛，那年代还是有改哦，真的哦。以前太多还是会改，就加在前面。像我以前卖结婚就冠夫，范江像是冠夫姓吗？可能原本他姓是江，但是他跟范小姐结，等一下、哦，原本姓江，但是范先生结跟范先生结婚，然后变成范江，在吗？我阿嬷名字四个字，那是一个姓，不是，那是复姓不一样，确定吗？可是台湾有人有范姓的跟家姓的都有，确定不是吗？可以去网络查，桃园很多姓范江的哦，我知道，姓江的也很多，中国还有姓上官，哦，这个我知道，确定，因为小孩不会跟着惯哦，了解。总部可能有人姓上，了解。そっか。也是有，但是通常冠夫姓的小孩不会从母姓，因为冠夫姓从此创立新的父姓嘛。诸葛也是啊，诸葛我知道，因为没有姓，有人没有叫诸，也没有叫葛。欧阳是也是复姓吗？有姓欧的，有姓杨的。如果我姓江谷的话，英文名字叫就是 Jungle， Jungle 青云。还有人姓真的叫猪。歌友哦，哎，那猪好像也有，是吗？范家是流传的父姓，不是父母，了解哈。哥，なるほどね，大概学到了。
诛心的。我都不晓得呢，诛心是一个姓哦，对。哥，像我姓金城，但很多人都误称我姓金。姓金看起来听起来像韩国人 ，Kim 桑对。哎，大陆是不是蛮多人姓金的？还是还好。金さんっていそうだけどね。あんまり いそうでいないかもしれない。台湾の方で金さん。立凡先生小号酒。韩国比较多哈。金さん。谢谢珊珊的幸运叶 S 叶草。韩国姓金的超多的。姓金超酷的，金，金色的金，有比较少，算是偏少人口姓氏。我妈姓，这是全吗？哦，每次都被别人以为是韩国人。哦，以中国人口来说，可能不算多。但奥运射箭超强的韩国人就金，没有韩国真的太，我知道太多人叫 Kim 桑。说到奥运就很生气啊！对啊，不要再说了，哎，听说连英国人都是从自己的国家带来自己的，帮他们做饭的人，对对对，自己的厨师。然后他说：“连英国都带来自己的厨师是怎样？连英国人都抱怨食物难吃，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英国人居然嫌别国的东西难吃，奥会的东西太难吃，真的该检讨了。对啊，我以为法国料理很好吃，但不知道哎，怎么会这样呢？”啊，那个三拿河听说超脏，很多人游完之后就是身体不舒服，然后连印度人都说那个河流怎么都很脏。韩国料理可能不适合运动员吃，在大便里面游泳。阿瑞晚安。阿瑞怎么最近没空关心这个？有很多问题，裁判很雷啊什么的，干净程度就是印度的那个河也不是，那个叫什么？印度不是有一个河吗？然后大家都是进去里面，然后洗衣服啊，不是洗身体啊那个，然后其实那个河流很脏，但是因为在。好像是因为宗教的关系，他们会就是进去里面，然后连他们都说那个河真的太脏。那个项目可能只有印度人能拿冠军 ，City 里面的哦，对啊，那是他们的生河，对，他们的生河嘛，对。所以他们通常都习惯那样的河流才对，但是连他们都说对，连他们都说那个塞努加瓦太脏了，怎么可以这样。但有人说塞努加瓦已经这300年里面现在已经是最漂亮的状态，所以以前到底多脏，我以为爱河已经够脏。去印度吃路边摊要小心，很多吃到草会不舒服，可能是因为水的关系吧。有选手游起来还吐了草，生老病死都在那条河。そうね。だから、本当にすごいなと思って。对，这次奥运真的好
好好好厉害，好可怕！可以换个话题吗？嗯，谢谢一凡，什么新太阳？谢谢君正的告白气球。若会想去印度旅游吗？其实蛮想去日本，对，想吃那边的咖喱饭。30年前的爱河真的很脏，还很臭，还是土耳其那个大手比较猛。这个超帅，日本人都说他是吴克金，吴克金叔叔，因为其他人都在那个，其他人都戴专门专用的眼镜啊，什么耳塞也用好一点，他就只有在那个感觉就是飞机上拿到的耳塞，然后还这样手放在口罩里面，超帅。然后韩国被改，看一下。韩国被改名很好几次，对呀、啊，真的，这个真的不能这样。印度很多路边小吃店家大量的大肠菌，虽然真的有点可怕。女生去印度很危险，得一个人去可能有点危险。台湾没有一条能比得上塞纳河。有人去印度回来半年，不敢再吃咖喱饭，其他人都靠装备，他不需要装备就银牌。对呀、啊，太厉害了。职业杀手，还有叫周丽设计。女生的话去印度最好是跟团去。她可以不吃，但一定要请你朋友吃。她感觉可以出个龙傲天轻小说。她是孟波粉，她跟两金一样故意打偏。是两斤看几还是两只看几？两斤的，我每次讲错。谢谢善远的啾啾你。两，这个怎么念呢、啊？不干的。どっちも違うってこと？眼睛 ，OK。跑得快。哎，最近我在玩有一个，哎，最近我喜欢的 YouTuber 在玩一个，有一个quiz， 然后你们帮我听这个。哎，等一下哦，因为有些想用。他的 BGM 有时候想用那个动漫的 BGM， 但是因为有著作权嘛，版权的问题就不能用，所以有些人就故意做很像那首歌，但是不是那首歌那种。先给你们听这个，猜看这个是。模仿哪一个 BGM 的歌？就是没有。さあ、何の曲でしょう？谢谢 Plus 的小号角。对，蜡笔小新。哦。好厉害 ，M 先生，没错，这个是模仿蜡笔小新的 BGM， 上面写铅笔小剑，铅笔小剑的 BGM， 哒哒哒哒哒哒，便条没有音也有一点点不一样，哒哒哒哒哒噔噔噔。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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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版是这个，然后铅笔小剑是，
日常的 BGM。然后我最近都在找这种没有版权，但是好像那首歌的，对，再给你们听一个。蜡笔小新介绍，哎，原来代替死，你唱原版的就有印象的。哎，这多的。あれこれじゃないな。ちょっと待ってね。等一下。还是我直接播那个？不是那个。啊，这个也是。这个也是蜡笔小新，就是蜡笔小新的，他最后可能三个家人，结束的时候，噔噔噔噔噔噔噔，等一下，就是蜡笔小新结束 ending， 然后通常是好的时候的 ending 播的歌，原版我给你们听，一家段落か。クレシン。あ、一家段落。ちょっと待って。这个，这个，这个。这是原版的小新。我回来了，老公，你回来了，奶奶。你们没听过吗？这首不是有钢琴曲吗？这首是钢琴，哎，这首不是钢琴版吗？完全没印象，真的吗？好，有可能太少看蜡笔小新。小白，下次再一起去玩吧。对，就是有那个听这首歌是有那个画面。噔噔噔噔噔噔。好，那我再找一下。フリー BGM。なんだっけ？バキド。思い出のある曲たちです。他们是在玩那个游戏イントロドン，就是他们听那个音，然后就是抢回答，说这是什么歌的，什么歌改的歌。找一下。等一下，这个可能你们不知道。Mr. Mike。等一下，这个也可能不知道。等一下哈。啊，这个就是刚刚的铅笔小剑。啊，这个可能知道。不是，再给你们听。他们已经要回答了。
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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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是日本的音乐节目的歌，所以你们可能不知道。那我直接，我直接播。这是 M ステ。Music Station 的歌。嬉しい。就是那个，呀，我出来了。有楼梯，然后一人都这样下来。开的，我就知道。哎，Music Station 可能对九蛋知道哈，可能大家不知道。我想一想，なんか最初がめっちゃ近いね。ドンキ。まだよくない。这个 BGM 没有。あれが水曜日じゃねえの？超やめてくれ。どの店を使ってる？ペ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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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咖的提成哦，对，但那个原本是像是《堂吉诃德》里面会叫别人进来自己的店的那个机器的播放的歌，对。然后那个歌在《七咖哇》里面变成体操的歌。好，猜猜这是什么歌？这是哪一首歌的 ？Free on again， 我还以为是七咖哇先有的，没有，不是，七咖哇之后，再一次。啊！啊！是太小声吗？还是比较难猜，听不出来哦。好，正解。正解。卡比的歌。对，卡比的，哎，卡比的歌。是音乐太小声吼，对不起。但我自己找不到。ちょっと待ってね。問題あ、これライズアップだ。ライズアップわかんないな。ちょっと待って。世纪的 free 对 free VG 无版权版对，就是听起来好便宜的感觉。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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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这个啊，这个。問題。啊！なんだっけ？え？あ、これは直接聞かせたいな。好，那这个我找到了原版的，不是原版，我找到了 free BGM 版，我直接播。猜猜这是什么歌？哪个有版权的歌改编的？会太难吗？
完全不知道，旋律很熟，但想不出来。也是蜡笔小新吗？不是。噔哒哒哒哒噔哒哒哒哒哒。啊，这么难哦！那我直接公布答案了，这个是小夫，小夫炫耀大雄的时候的 BGM， 然后，哦，日文。日文的小夫叫做 snail 嘛 ，snail， 但是啊，然后脚的这边叫做 snail， 这个取名叫 snail 嘛，对，谐音的 snail 嘛。那我找原版的 BGM。原版是这个，编曲迷都要故意倒拍，这个就值得。那再听一下刚刚的，是那句吗？很像，但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才是没有版权。再想一想，我联想不到。还有一个，これどっから手にやってきたんだろう？気になるな。ちょっと待って。どれだろうな。ちょっと待ってね。好，再给你们听这个，猜猜这是什么有版权的歌改成没有版权的，没有版权版的，来。这个就很好猜吗？对，就是盗版顽皮豹。我之后想用顽皮豹的 BGM 就可以用这个，它叫 Pink na Panzer， Pink Panzer 是原版，然后它叫 Pink na Panzer。我好像在听那个21世纪的那个歌，21世纪。ちょっと待って。21世紀の幕開けって曲なんだね。好笑，20世纪变成21世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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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变好迪士尼的感觉，そうね。うん、あとは日本語のやつだからな、ヒゲダンスとかサザエさんとか、うん、サボトール。あ、我记得有宝可梦的、ちょっと待って、そうかも。正解です。ポケモンか。うん。ああ、ゼルダだと思ってたな。ポケモンスタジアムとかの。デレデンデンだね。うん。お願いします。这是宝可梦、え、盗版宝可梦。そうね、ポケモンリーグとかも見ました。パチモンだな。パチモンだなって。ああ、面白い。うん、確かに。
对，有点像宝可梦，但不是宝可梦，这也很明显。也有点像 Final Fantasy 啊 ，Final Fantasy 的 BGM 啊，再活一百年就能等到哆啦 A 梦。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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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善云的爱的熊抱，一个多啊，一个半小时了。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喽。然后我今天继续讲话，然后就被我才刚来，最好是谢谢珊珊的一封信，辛苦了，你们辛苦了，可以念版了吗？我要去上班了，咱们加油！我还没唱歌，要唱吗？你可以唱一首歌，要唱什么歌呢？念榜翻白眼，那你可以跟他，外婆叫我去吃水果，拜拜拜拜，吃水果，我也好久没吃水果，你呢？你要念榜了吗？我开玩笑的。夢じゃないのね，不是他没有要吃水果。どれがいいかな？どれがいいかな？有个粉丝会突然讲这个，真的，欢乐的时间过得总是特别快。是哪一个粉丝啊？是一真直播台吗？外婆，外婆叫我去吃水果。何がいいかな？何がいいかな？あ、花火大会行きたいな。曲を探してるとね、この時が一番長いのよね。每次都是找在找要唱什么歌的那个时候是最久。じゃあ、これにしよう。AKB48 Hit Medley。搞不好有我没唱过的歌。这个有十四分钟。公口，
Give me five. Hey. 好久没唱。桜の歌が街に流れ、あっという間だった別れの日。校舎の壁のその片隅、みんなでこっそり寄せ書きした。制服はもう脱ぐんだ。春の風に抱かれながら、どんな花もやがては知って、新しい夢を見る。チ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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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どうもよ、思い出より輝いてる明日を信じよう。そう、卒業とは出口じゃなく入り口だろう。友よ、それぞれの道進むだけだ。さよならを言うな。またすぐに会える。だから今はハイタッチしよう。谢谢，酷酷的，好怀念，又该讲，好久没听到这首。对呀、啊，欢迎兔兔猫斯，ありがとう。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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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キラキラ容赦ない太陽が釣りで取り付ける On the beach、 うぬぼれ温度は急上昇、落ち着かないのは真夏のサラダで二人目が合えば、なぜかそらすのに僕をまたすぐ見る君で、もしかしてもしかして来月の僕はひどしすぎに、君の気持ち今すぐ手に入れようか。来月の何か言われる前に心のちびびとかじゅまぶに、誰といても微笑み方で君が僕に恋を恋をしてるのと言えば、来月だから誰より早く君の花束すべて僕のもの、好きだから、ラブフレゲー。ヘイ、あ、这首我不会唱。好，这首是最后一首，谢谢先生，求求你。好。前奏就随便唱，我只会唱副歌。对，这是格子。自転車を押して歩く、君が無邪気に笑う。階段通りバイト先まで、チラシで太陽、銀河をチェック、君が来てる、半袖シャツ間に分かんない。ごめんなさい。我不会唱。
ってる？いや、本当にわかんない。本当にわかんない。わかんなかった。ごめんなさい。すいませんでした。不好意思。TV 希望有机会可以唱，有机会可以跳到这首。噔噔噔噔噔噔。因为这首衣服真的很好看。差不多了，我要念板喽。不要再翻白眼了，我要念板。今天的第十名是珊珊，谢谢珊珊。第九名是欧比王，谢谢欧比王。第八名是 Plus， 谢谢 Plus， 谢谢M先生的告白气球。第七名是一凡，谢谢一凡。第六名是君正，可能，谢谢君正。第五名是青鱼，谢谢宫田青鱼。第四名是雷君，谢谢雷君。第三名是 M 先生，谢谢 M 先生。第二名是强哥，谢谢强哥。然后今天的第一名是社员，谢谢社员。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你们。歌詞も読んでて楽しいです。ありがとう。谢谢ルカさん、お辛苦了，赶快去吃点心。谢谢君正的君正，瑞卡直播辛苦了，辛苦了，谢谢大家，ありがとう，辛苦了，谢谢珊珊，看完直播有动力上班，很棒，加油，上班加油，我也，对，我也该学一下舞蹈了，啊，对，我要面对五周年，大家拜拜，下次什么时候？我想一下。下礼拜吗？哎，不对哦，嗯，应该是下礼拜。我看一下行事历表，应该是七号，嗯，八月七。啊，有啦，我生日是第二名。嗯哼，生日是第二，啊，对，你要上吧。露卡加油！礼拜三，七月七号，十一十三，对，那大家拜拜，辛苦了，快点脱掉吧，不，不，头发硬的人的痛苦，绑头发后会变成这样，他。我没有什么用固定义哦，那就这样。啊，辛苦大家了，拜拜，晚安。